我是大理寺在册的捉刀人，跟你打听个事儿，城西卖酒的全家让人宰了，是不是归你管？这人怎么回事？是个瞎子。瞎子，这趟浑水你趟不了。 告诉他，仇我替他报了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宇文家我们惹不起。找到他们，处理干净。懂了，雨夜好杀人，我眼睛瞎了，心没瞎。我只知道他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做不过想要一个公道。 没有公道的事情，我们借了多少？公道，你给得过来吗？人我杀定了。